第八届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大会盛会，伫今仔日下晡来到南投县政府大门口，并伫县长李朝卿的亲身见证之下，正式传送到南投。为了当扩大宣传，12月3号、4号将伫嘉义市内信大举办的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大会，主办单位特别举办了盛会召庆全台湾的活动，并伫今仔日来到南投。国府卫处也特别配合举办了老实的做事活动，会中所有心智障碍朋友以及亲人和赞助业者，也都以上大的热情共同参与。很高兴能透过这次的活动，提供身心障碍朋友们勇敢展现自我的机会，发挥各自所长，提升自信心，让大家知道，只要给我们机会，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只要我们勇敢的尝试，必能获得最美好的成果。也祝福每一位家长，勇敢的爸爸妈妈，每个孩子都是我们心里面最可爱的小天使，最可爱的天使。那台湾房屋为大家加油。代表今日盛会的馆长李朝卿，也真鼓励所有参加运动会的心智障碍朋友和家长，用信心和欢喜的心情，就会当得到好成绩。我们看到大家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信心。我们看到这个选手都非常有自信这样挑战自我激发你们的潜能我们大家替你们的高兴。会中包括德安教育医定心智障碍者团体，拢以精彩表演、热情的态度，来展现心智障碍朋友的活力。随后，馆长李朝卿以及立委林明晴也带领着盛会队的队员，代表南投县将盛会继续传送下去。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